端强，你给我站住！走开！楚乔，我不打女人，你什么意思？哥，你难道要护着一个小偷吗？孙安乔，我原本以为你只是贪财下贱，没想到你连这种事都做得出来。你在胡说些什么啊？你还不承认是吧？你刚从家里出来，我妈送我的成年礼物就不见了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我倒是要看看，一会儿事情闹大了，你还怎么在奶奶面前装乖巧？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他偷了我的钻石耳环，我把妈送我的钻石耳环落在了卫生间里，当时只有他在我后面去过卫生间。孙安乔，有种给我检查一下你的包呀！嫂子啊，你要是想要，我送给你就是，何必做这种下三滥的事情啊？人家都说人穷志不短，我看你是人穷手也不短吧。我没有拿。不是你啊，难不成是这包他自己偷的了？哦，对了，小偷可从来不会主动说自己偷了东西的。我没拿。楚飞人的妻子容不得一丝污点。耳环给我。喂，你要领吗？